全军出击。我就把空调关了。他这种打法其实很堵，你知道吧？万一我这牌不太好，他就没了。他这么出，这一堵直接就走了。打把落手啊！很多兄弟可能不会打落手，怎么打呢？如果你玩一个猴打不过落手，那你玩的就不是猴，那你就不配玩一个猴。所有的落手啊，无论什么分段，你都必须得能打得过他，因为你是扛他的。那小人哪去了？这小子上哪去了？山老孙你放，人呢？看见没？直接闻风丧胆了，直接退了，干哈呢？这小子，哎呀，防塔了，没事。你干哈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有点没懂是啥意思啊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可能是一击团落手学了个E，然后呢？人头没拿着，让奶妈给抢了，直接就生气了，开始跟队友对线了。明白了没？这个假猴真是个傻逼！哎呀，我操了！我就应该闪现好了，我直接闪好了，我直接闪，我其实死不了。那假猴跑过去打人去了！哎呀！这塔一下把我砸死了。换个 W 居然能把我打人，我真是佛了。有的时候不打人，有的时候就打人，就这种时候就开始打人了。很讨厌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你说啥呢？吃我一记致命点烟。这个胃发育不错呀，四级了，也是那落手兵都让他吃嘛，他可不发育不错。这小子到现在还一级呢。不打他啊，让小兵打他，让他生了，他生了，这有点令人难受了。看他二级学的啥啊？他如果学的抠的话，我们那圈把他杀了。这波不推了啊，让兵线往出推。然后他出来，正好这兵线到这个位置，我们又可以杀他。先来个皮孩。赶紧推出来，呀，这不让他升到三级了吗？这可怎么整？
呗。你像这种英雄，他只要稍微一劣势了，他就很难补刀，所以这个英雄必须得对拼能拼得过别人，他必须得有点容错率，要不然就是会有点弱。但是他又打不过猴，所以就现在就比较难上场。往哪走？往哪走？在这儿等他，截住他啊！我们往这一站，就别让他吃兵线。右边我们也插了个眼儿，如果他从右边过来的话，我右边也有眼儿。在这儿等他啊。此地不宜久留。队友不来，他永远他都玩不了。啊的。好了。把塔皮吃了，我可没让你过来啊！那塔皮怎么害不掉啊？最好能给个蓝 buff， 这样我们就不用回家了。走，我们去打个蓝啊！希望这个位可以把这蓝给我。好吃狗屎的。三级上线，没想到吧？哎，又是我，怎么还想着跟我打呢，兄弟？不过他确实找我打没问题。你说，反正他都三级了，他杀我一次他就起飞，我杀他一次也就还那样吧，也就那样了。基本上我不会让他杀的。另叫下俺老孙的本事吧！你要插眼儿，那能给你插吗？好了。哎呦我操！哎呦！这个闪现得用啊，这能扣装吗？这哎呦啊啊，假装让他打着，直接一个 W， 这样他就打不到了。这家伙，哎呦我操，寒冰还给了个大，哎呀，这是有点，是对面有点不像人了啊。闪用的，我不用闪，我估计我要死了。哎，我来个有续航的装备。哎，我们又有蓝又有血，来个续航的装备。
真猛，都三级了还敢拉我，确实是行事儿啊。我们继续，这有吸血，这就不一样了啊！这有吸血，这就不一样了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又来了。这就相当于是给我们额外多了一个炮车，你知道吧？额外给了我一辆炮车，每一波兵都会额外赠送一个。我在这等着啊，那眼能 A 着吗？我操！哎呀呀呀呀！不对劲儿，不对劲儿，不对劲儿啊！不对劲儿！哎呀，没走位走好，给我尿死了。主要是凯旋没回上来血。他升级没？给了他这个助攻，他升到了四级，他有点烦。他复活的是真快呀，我发现。他复活的是真快，我还没复活呢，人家出来了。打个红，再打个蓝的。是不是在这打蓝呢？我们找他去啊！希望有跳弹，没有跳弹，有点麻烦。你知道我杀了多少个人吗？虽然我都是杀的一个人啊，跑来跟我打。把这眼儿排了，我操！他一下从三级升到了七级，这哥们儿怎么回事？不动了呢？要打字儿呢，是不是？在打字儿。在跟队友说话呢，不上了。既然你那么乐意管我，那你就来吧。你别动过来，有妖气。他干哈呢他？用兵线呢？你可别让我逮到你啊！
错了，一小兵。妖精来了，不行，那猴跟王八确实还是不太一样，上高地不行，打不死人，吸血不够用，太垃圾了。就这不行，太垃圾了，还是不能越塔，你知道吧？我给这泽拉斯里里外外给了他2000块钱，他本来0-5，你知道，给了他2000块钱，2000块钱能买个啥？2000块钱能买个，能快买个幽梦了都。法强推推半，2500，有没有2000块钱的装备？2000块钱买个邪雅典娜的邪恶圣杯。呀，我这就有点受不了了啊，挺幼啊。奶妈这口奶让我绝望，不行了，这不能再约塔了，不对劲了。打个红去，哎，那个美服这次不是新英雄出没出来呀、啊、拿把大刀的那个要打连击的，出来去玩玩两把。我看已经有技能介绍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啊？光清兵不打人没用啊，小伙子你是不是有点嚣张，有点过劲儿了，我感觉自命点人，等死给我。还是喜欢他玩王八。喂，能听见吗？喂，喂 ，Hello， 这很正常。1点钟了吗？马上1点了，11:30掉一把，1点钟掉一把，3点钟掉一把，嗯，就这个样子。能播其实已经是万幸了都。但也不还不是网掉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个斗鱼伴侣直接没了。
没有直接推基地啊，费点劲吧。费点劲。推下路。你咋那么能 A 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怎么回事的寒冰啊？还有这奶吗？奶不给你揪了啊？这不把你奶给你揪没了？太嚣张了，这都 A 呀！见着我第一时间居然不是逃跑，而是先 A 人。哎，